有小小的游戏互动。那等一下我们请来跟莹莹下去挑可爱的小朋友，我们等一下会进，我们准备一些小礼物，等一下来跟莹莹来进行做猜拳的游戏，只要你赢的话就可以获得小礼物。那我们请莹莹下去帮我挑五位小球迷，小朋友想要参加的举手一下啊。那等一下被我来选出来的可以先到舞台边来等待。好，莹莹也可以挑五个，我们各挑五个哈。那我们等一下跟莹莹来进行猜拳的互动，剪刀石头布非常简单，赢了就有小礼物，没有就下次再来哈。来，哇，来已经挑到五个了，来莹莹，来莹莹你。赶快挑五个，来，等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莱恩、莹莹猜拳，赢的话我们就准备小礼物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你好酷哦，这小弟弟好酷哦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先各挑五个啊，大家莹莹还有一个，莹莹再挑一个。好。好吧，那我们来先开始哦，跟第一个小朋友来剪刀石头布，来跟剪刀石头布，哇，赢了。啊，礼物就有礼物，莱恩，你今天可能不是全网，第一个就输了，啊，还送你一个保温袋，来，谢谢，来下一位，来剪刀石头布，啊，有一个人有三次机会了，一个人有三次一次就算你剪刀石头布，哇，啊，最后一次剪刀石头布，哦，赢了。好，谢谢。来下一位，剪刀石头布，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布，啊，就叫你出布，啊，你还不出布，那赢了。好，下一位，哇，我们小象迷没关系，喜欢棒球都是好球迷，来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哇。第二次剪刀石头布，哦，赢了，好厉害哦！来，谢谢我们这些小朋友，谢谢。来，下一位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来，你要出什么？他出剪刀，剪刀石头，哇，赢了！好，接下来我换我们莹莹组哦。莹莹，你今天要改叔叔了，不能叫莹莹了。你一直赢小朋友，小朋友就没礼物了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果然第一个就输了，没关系，这里输球场赢就好了。剪刀石头布，来再一次剪刀石头布，哇，谢谢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好厉害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来，谢，下一位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赢了，好了，谢谢，那我们今天的猜拳游戏小活动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等一下我们开放民众，如果你想要跟莱恩、莹莹还有我们的鱼头鲸进行合照的，可以到我这边排队。那我们限时15分钟，来到我这边排队，想要跟我要拍照的，来，在我的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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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。